湾国内吼，最不欠缺的就是诈骗集团，就是金光党。要阻挡，那你就去阻，那不要自己制造这个话题，然后又搞神秘，这样装神弄鬼，这样只是让人家更看破你柯文哲的手脚嘛。柯P市长本来这几年就是感觉跳脱蓝绿，刚开始他在三年多前选的时候，很多地方是仰赖绿军没有错，但他选上之后，他所有的局处长啊用啊都是公开征选啊，然后要求市民投票啊，他就希望形塑自己这样的一个形象，所以尤其很多年轻人欣赏他这一点，认为他无拘无束，没有任何包袱，没有任何压力。那如果今天他要再回到这样的一个政党的鸟巢里面，这中间一定会有利弊得失，我相信他自己会去判断。其实之前就有在风闻哦，就是说柯P他目前面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哦，那民调也下降，然后民进党自己又推出自己市长的候选人，所以呢，他势必要往这个所谓的小党，或者是说亲民党或者是新党这个方向来靠哦，他等于要囊括剩下的比较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选票的一个板块，所以呢，他往这个方向来靠呢，也不足为奇啦。柯文哲是最没有核心价值，也最没有中心思想的人，那这样子的人来说要阻挡，我是把他当成笑话啦哦。那而且我更深层一点看，我觉得又是变成一个诈骗党，那很不好。柯市长到现在为止，他这四年来的一言一行、所作所为，在我来看，跟金光党没有两样。因为当初柯P虽然是嘴巴号称白色力量，但事实上他里面有很多的成分是绿的，这个绿营的人在支持他呀。哦，那个是有白中是有很多绿的这个颜色在里面。那现在的状况呢，是到底是变成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纯白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好，那是不是足以影响选情，或是说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？那真的是还要再慢慢再来观察。不管他阻挡也好，或者继续无党也好，要走白色力量也好，或者其他的，都是祝福。我相信以柯市长的头脑、人生的历练，再加政治上四年的碰撞，他应该已经成熟了，他自己知道要怎么样走一条相对来讲比较平坦的道路，我相信他会判断得出来。不管他跟亲民党也好，或者跟其他政党也好，一句话，祝福他。